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原生塔罗，我是微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测一测你跟你的另一半会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容易产生矛盾。那如果你没有另一半呢，也可以测一测，看看在日后你要跟另一半如何更好的相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化牌卡。现在要跟牌卡做一次连接。好，我们来洗牌。那洗牌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默念自己的问题，因为在跟另一半的相处过程当中，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和矛盾，那如何来化解？好，下面呢，抽牌。这是第一组，第二组，第三组。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看到的这个标志物和数字来选择。